踩在三分线以上，无球就是三分线以内，这样的话体力也会有保障。好球，哎、没错，续，篮板。篮板球现在保护的不错，加速挂五挡，往前冲他一个，漂亮，下罚 ，and one。这个时候可以给郭艾伦再刷一波十三号，能展现出的这种斗志，是跟以往完全不一样。郭艾伦是抓机会，对，突然的提速，这就是一个人打一个队啊，在反击当中打你的立足未稳，而且青岛队也没有想到郭艾伦会选择单干。郭艾伦这个时候会抓住这个场上机会，出色身体素质的前锋球员。吴青龙其实并没有叫暂停，好球，又表现投篮四投四中，三分球一投一中，罚篮三罚三中，砍下十二分，全场最高。你这招海图吃力，确实吃力。艾伦，分球起来，洗他，漂亮！哎，就是说硬挑的那种，硬挑，躲开防守。你看这个，但是这球右手投呢，造犯规了。走，外线王化东的三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王化东进三分的，苍天哪！因为还有一个回合嘛。再来看，郭艾伦。助攻底角的王化东，这轮进了防守之后分给大韩，劈扣来了。你的支持，那咱们支持辽篮的球迷也可以在弹幕当中刷一波自己来自哪座城市。连续打了两个篮下，这个要小心了。郭艾伦急停跳投，这是他的点位，核心位置没人可以撼动，所以很多球权都是给他，让他持球去进攻。可以在弹幕当中啊，因为这是咱们的主场嘛，可以来一波。辽宁欢迎您，赶紧上球，赶紧上球！郭艾伦又突上来，好的，曲家涵也没进。何天举似乎有点累，顶上来，二加一 and one。就是辽宁这球啊，你可千万别像以前那么老跟你忽悠你们啊！怎么有三个？郭艾伦上场就投一个，漂亮！当然您看今。艾伦节奏上连续的两个人当中钻出来分给大韩，漂亮，